10月31日晚，林心如率和张铁林、张国立合影，并配文写道：“叙旧。”照片中，林心如披着一头齐耳短发，一手托着下巴，笑容灿烂，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，和张铁林开心合影。皇阿玛张铁林一副慈祥的笑容，身后的张国立搞怪抢镜，画面十分欢乐。此照片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：“紫薇格格皇阿玛回忆杀，感动了。”皇阿玛紫薇格格还有铁齿铜牙纪晓岚，感动影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